行了吧，今天在那个去黑头啊，这个去黑头的小浴膜呢，你使用之前用热水，用热水给它温个两三分钟、三四分钟的。太粗暴了，这方式。好了，就这样。别过来就行。哎呦，我手上也有，都粘住了。好了，等10到15分钟，然后给它揭开。好了，这次过十五分钟啊，给它揭开。好了，接下来了啊，大家看看上面这些脏东西。这一块不好揭，是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是用手涂的嘛，外边纸外边也有那个绿色小绿膜呢，所以有点不好揭。下次大家记住，一定手是干净的，然后再敷这个白色的纸啊，这样的话会很好揭的。看上面这脏东西那么多，是不是？还是很好用的这个小绿膜。这里边还有一个毛孔收缩液，把那个揭下来之后，把鼻子洗干净就可以啊。把鼻子用清水洗干净之后，再涂一点这个毛孔收缩液就可以了。好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大家如果有那个黑头比较多的，大家可以去拍这个小绿膜啊，确实挺好用的。